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在彩虹雷藏寺特别举办的莲生活佛大学同学会当天同学们在联谊会的精彩内容。我最大的不同地方就是我35年来我所有的职位通通都是测量职位，一直干到退休36年。测量没有做就跑去当摄影，我不叫小店，我做中电影。非常的感动，非常荣幸，祝大家有感谢的多。那五位同学，今后只有我一位来了。卢会长的谢谢，真不能感激，谢谢你。祝生日快乐，谢谢。这位蔡明颖同学身体中风，自从去年见到莲生活佛之后，状况改善了很多。不管是巧合还是神机，他在心中非常感谢圣尊莲生活佛的加持。在2011年6月19日这一天，是莲生活佛卢胜彦农历的佛诞，而彩虹雷藏寺特别举办佛眼佛母护摩大法会，由莲生法王亲自主台。当天现场是贵宾云集，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些精彩的实况。当我们在台湾同学相聚的时候，大家互相讨论，我们找一个机会，我们要到西雅图来看一看我们的卢同学，跟他相聚，大家很想念他。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啊，虽然都彼此是同学，但是呢，他的学识好像比我们高很多。我们在场可以作证，对不对？你看47年，我们到底见过几次面？我们爱在心中。刚才啊，我们大使夫人说你的手势，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比，大概是这样的，对不对？他今天竟然是出生的，而我很荣幸，我就代表这些公司，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恭祝我们莲生活佛6世近期华诞生日快乐，万寿无疆。协会理事长杨国飞亲手画的，最重要的，她是我妹妹。一点心意，我们祝我们的活佛万寿无疆。好，首先。我们敬礼传承祖师了明和尚沙迦正空上师16世大法华王卡玛巴图登大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护摩祖尊啊，佛业佛母跟佛眼佛母啊，这今天有两个主尊，一个是波叶佛母，一个是佛眼佛母。
因为两个都是大活母。那么波叶活母是一介活母的总持，佛眼佛母等于是大日如来的化身，等于是大日如来的化身。那么佛眼佛母的心咒呢，南无萨曼多摩多南唵摩多卢周尼梭哈。另外这个波叶佛母的咒就是一般我们心经后面的几个 Om Gede Gede Boro Gede Boro Sen Gede Puti Soha， 这是一个是佛眼佛母，一个是波叶佛母啊。今天请了两个佛母，特别不同，一个等于是大日如来的等流身，一个是所有佛母的种子。佛母的意思啊，他们都是有大智慧，大智慧他所流露的众生成佛多从佛眼佛母跟波叶佛母这边成佛的啊，这是他们这个伟大的地方。另外还有很多贵宾，最重要最尊贵的贵宾啊，他们从远地来啊，远地来的是我们的杨会长跟所有的同学啊，最尊贵的贵宾啊，非常谢谢大家，非常谢谢大家来。平时我在彩虹雷藏寺啊，都要先讲这个洗金刚的，啊，今天特别不一样，啊，今天我们的同学当中啊，32期同学，还有34期，还有一个同学王元本啊，王元本的呀，他们都来，另外还有两个不速之客。不速之客也是同学，这个这曾夫人啊，曾同学的夫人，在5天前她要来西雅图。以前我们大地系的系长曾义明入她的梦，告诉她一定要带他到美国西雅图。他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啊。我们在默祷6位同学的时候，有2位同学现身。我在这个我们开会的时候开始默祷1分钟，眼睛一闭，先看见大地系的系长曾义明，他出现在我的眼前，2个眼睛呢还是一样的那样子，无法形容。啊，他的下巴总是尖尖的，下巴还是三角的，我看得很清楚。我一看是曾义明，哇，很高兴，这是以前我们的老系长。虽然我也当过系长，但是我当系长的时候啊，只有我一个人在搬桌子。这曾义明当系长，他就有权威，号召所有同学一起夜烟心观测，大家搬桌子椅子。我当系长，我说今天晚上夜烟心观测，大家搬桌子椅子到这个广场中间呢，操场的中间呢。结果我一去看，连一张桌子椅子都没有，我一个人扛桌子椅子去那里摆夜烟心观测。
我就知道系长难为，本是曾益民系长，他有社招力，他一喊夜莺星观测，大家全部帮忙。我当系长爬上教室的这个楼顶上，我有惧高症。那教室的楼上那个很斜的，要扫枫叶啊。那时候越扫啊，脚越麻，就好像要掉下去这样子。我说：“哎呀，干脆掉下去算了。”还好，这个我当系长的时候，我会喊值，喊这个肖队长来，起立。经理坐下。肖队长说：“哪一只猫在叫？”意思说我声音太小，这个系长太矮，没有人注意到。哎呀，实在是过去是不谈夜他爸，现在谈现在的曾益民现在我面前，他说要告诉所有同学，我来说好。另外一个同学出现，沈银海，他害怕我不认识他，先变大只的，胖胖的，那个叫做米露多，啤酒肚，先显胖胖的，脸圆圆的。我一看，哦，沈银海，哇、哦，你还那么年轻啊，咻！他马上变得非常苍老，瘦瘦的，干干的。哇，我一看，哦，沈英海，原来啊，他不得不来啊，因为在这个同学会当中，他主张这个卢盛彦啊，在西雅图，我们要到西雅图开同学会，他第一个发起的人，所以他不好意思不来，他就来。今天做父母火供，我看到曾益民啊，他在火当中啊，非常的高兴，把一切的业障清净。他跟随着波叶佛母啊，往生清净佛国。我看见沈英海也来了，我说 ：“Come to fire， 你进到佛里来啊？”他说 ：“No。”他说 ：“No。”我说：“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讲不要呢？为什么？我已经是阿门啊，他是阿门。他说阿弥陀佛，阿门是同样的阿。神还说我、哦、阿门啊，没办法，牧师给我清净啊、哦、我已经到了这个天的境界啊，所以我不要进入佛里面，你把我送到别地方去，他很陌生，很陌生。我说哦，是这样吗？那我就不勉强。我不知道沈玉海他信了这个，他是基督教还是啊？基督教是吧、啊？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哦，虔诚的基督教徒。第二点的话是啊，他是大概在一年前，一生病一年前，他是很胖，他是跟原来一样，我们还是他是很胖。在一年后，我们在就是拜了一年前，在澎湖同学会的时候，我们见到他，他就非常的瘦，非常的憔悴。哇，都是非常真实的。确实如。